待会儿是有奖惩制度的。嗯，先给他拉块羊尾，让他吸一下，咽掉，咽掉。哇！哦！秦霄贤，戴白帽子那位怎么称呼？查速图，查速图。给脑袋切一条。除了那个大哥，剩我都能说出来。从旁边这位开始。这张九溪你都不认识了？只有这我得给他切，他不认识我了。我操！学学蒙古舞好不好？哎，好。好，张九南跳得很妖娆，九溪一看就可以啊。哦，来，是这舞吗？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来一鲤鱼打挺好不好，是吧？哎，你要是这鲤鱼打挺没起来如何？我把那111头羊都送给他们。好。来来来，哎呦哇、啊！